5月20日被称为网络情人节，不少网友此时在微博向恋人示爱，而明星们也会跟着风头来凑凑热闹。贾乃亮于当日凌晨4点在微博上贴出爱妻李小璐与女儿的合影，受到网友追捧。照片中这对母女扮相甜美，又显得极为温馨，表情可爱卖萌十足。而贾乃亮也深情称他们是自己心中的两个宝贝。早前李小璐曾表示自己有三个愿望：拍一部轰动的电影，做一个成功的女人，过一个浪漫的人生。如今她事业走好，又有着幸福美满的家庭，这样看来似乎算是梦想成真了。风行娱乐整理报道。